大家好，我是谢奇文，在阿荣与阿玉，我饰演的是曾百亿的角色。在剧里头呢，我真的很高兴呢，这次可以跟淑娟姐，她演我的妈妈，而且韩宇演我的妹妹。更重要的是呢，还有帅气的老婆、帅气的儿子。我对于这个掌厨这个事情呢，非常不在行，就很强烈的反对，希望能够按照爸爸的意思来传承给这个曾兆玉。所以我常常就希望，因为他跟妈妈吵架就离家出走了，住到这个别人家里头去，住到照相馆的这个陈家去了。那我都常常希望这个阿玉呢能够回来，就是接管餐厅也都没关系。但是我妈妈因为重男轻女，所以她就说还是要以男孩子为传承的对象的，对。那我老婆当时一直很担心，希望能够继续传给这个我的儿子曾海亮。会发生问题，但就是婆媳问题一定会发生，然后还有这个海龙源传承的问题会发生，新人新气象，总是会去改革，然后新人有一些新的做法。然后知道更多的内容呢，就要继续收看阿荣阿玉。每一张照片都代表一个故事及一段回忆。我是谢奇文，咱爸也在阿荣与阿玉期待与你相见。